本分局地检所员警于4月3号上午8点50分，于谢龙介议员服务处巡签时，发现门口张贴一张 A4 纸条，内容涉及妨碍名誉、举恐吓其情等情事。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，针对周遭监视器进行调阅，同时对议员服务处及人身安全加强安全维护。目前已经锁定某一特定对象，仍持续加强侦办当中。这条内容有涉及一些攻击性的事实，而且有恐吓议员，例如说要准备什么北港花生之类的，类似恐吓的信使。那大概初步是我们研判是什么样的原因？有关原因部分的话，可能要等到嫌犯到案之后，我们才能够进行厘清。